的忌惮，才会当救台湾，找回诚实和廉耻心的价值，才能够救台湾。网络电视的观众朋友，来外乡亲时代，大家好！啊，咱今仔日咱拜五又搁甲吴国安老师甲咱共同来吃这个金碗。讲到吃金碗吼，咱台湾就是讲啊，吴国安老师伊拢啊长期伫遐咧注重，就是讲因为台湾的语言吼，会消失去，啊是讲安怎吼，伊拢足忧心的。啊，但是吼，咱拢看目睭金金人上中。确实有影，台湾咱已经将咱啊现有的良好的这个台湾文化、台湾语言，因为你语言若互人消费去，你就无迄个文化就袂深度，就袂落根，啊，袂怪讲即卖人哦，啊，敢若互人感觉讲足浅的安尼啦，吼、啊，咱今仔咱就请老师咧来甲咱讲这个。台湾的这个一挂较深度的这个文化呢，好老师你请。啊，拄则你讲哦，语言最重要，语言啦，吼人消袂去吼，咱的文化就无限吼。即句话吼，我会感觉讲吼，较偏啦，吼，安怎讲较偏咧吼？咱拢想讲吼，咱的语言会去互消袂去。那讲会去哄笑袂去，啊，结果是家己笑袂。我无啥赞成即句话，吼。当然，人想要甲咱笑袂着啦。但是啊，着你家己要甲笑袂去，才会笑袂去啦，语言啦。因为语言也袂使用刀刣，也袂使用枪拍。语言就是你家己放无去才无去。但是别人要甲你笑袂，就是伊的意志，是伊的意志。啊，咱家己要甲放互无去，是咱家己的意志，吼、要甲放互无去，啊，毋甲放互无去，咱家己的意志。啊，所以过去咱看到讲这六七十年来的吼，也是像七十三年来啊，是事实上咱台湾人吼，家己一步一步，甲家己的文化、家己的语言放互无去，对，吼、当然是别人甲你，咱讲压迫就对了吼，甲你压迫。但是主要还是你自己。人家语言学者老早就讲，讲一种语言若要消灭去吼，毋是讲别人甲你阿伯甲你安怎来滴，就是讲你家己使用族群对你家己咧讲的语言，你家己母语吼看袂起，应该看袂起你的母语。若安尼你的母语吼，人毋别人卖甲你，毋免甲你打压。你这个语言哦，我那达到诶消失去，好，这是很重要。啊，这语言消失去哦，足侪影响说哦，会真侪发生伫即个款影响。咱前两天哦，伫即礼拜拜三，即礼拜三，咱咧赖议长哦，赖议长有一电视顶边发表讲，哦，咱政府计划哦。要取消吼，要放宽即个外国人才，包括技术人才，在台湾的迄个规定吼，比较可能较严，要较放松起来对啦。啊，讲通啊要吸收一寡外国的人才，吼。啊，伊讲是安怎做安尼呢？吼，就是讲咱台湾的人口，吼，达到老化，吼，老化，啊，老化达到变讲个。即嘛生个啊吼，但较无生，就是变负性重去啊，吼负性重去吼。咱负性重意思就是讲死个人比生较侪啦，较少啦，生较少啊，死个生较少啊，人个吼。少年来不及长大，老个过搭老去。对啊，吼、所以人口负性重去啦吼。即人口负性重个时阵，人才缺乏，吼、人才缺乏，所以。都爱吸收外国的这个优秀人才来，哦，这款情形是全世界现在，所以讲我这经济的操作之下，全世界有法度，甚至国家拢是采取这个方针，这撇无对啦，撇无对啦，哦，咱所想到的是讲，赖议长讲安尼，伊的前提就是讲，咱今仔的人口哦，会复苏起来。
吼、哦，啊，那安尼，吼、哦，可惜就是讲咱的马议长吼，伊无采取讲一方面要安怎来吼、哦，安怎来，提升这个人口增加，就是讲好在妈妈啊生较侪囡仔就对啦，吼、哦。啊，我知影讲这个那是日本吼、哦，日本在你这方面是下足侪力的，下足侪力的吼，伊、哦、各地方去了下足侪力的鼓励，吼、哦，鼓励迄个慢慢来生囡仔就对啦吼、哦。啊，这个代志点吼，所以咱台湾可能嘛唔是讲无啦，咱台湾嘛唔是讲无啦吼、哦。啊，无除了讲经济上的援助吼，啊，甲这个社会公共设施。诶，即个犹太吼，即生囡仔吼，即以外，我所想到啦，我所想到咧是讲，咱台湾喏对即个生囡仔，哦，生囡仔啊，甲生囡仔了后，即母囝吼，哦、对待即个文化，因为语言失落去，咱的即个文化煞无去啦，哦，即卖咱只是讲。那、啊、一个妇人哦，一个查某人，伊点点生囡仔，点点饲这个囡仔，啊点点负担这个囡仔，变社会拢无虾米有较迄落的这个，恁若讲文化咯，还是方法咯，还是举行虾米代志来，或者社会感觉讲这个生囡仔吼，会真欢喜。加用意就对了，哦，减少这个。啊，我常常看了讲，比如讲，明仔日是咱又果是一年的端午节，端午节。啊，恁端午节讲马上节，咱的端午节的过龙船，哦，白龙船，哦，过龙船。咱的端午节，顶个看哦，顺人是做大人的节嘞，是大人的节哦。你若是到边仔看。你肉粽即摆也无啥物好食，伊嘛无咧做食。不过，咱是端午节并无囡仔迄落存在伫咧。但是是日本伊五月初五，伊是新历五月初五嘛是端午节啦，日本是端午节啦。端午节伊嘛是讲许说，五月阵哦杀骨，吼，甲咱台湾同款讲许说五日节，五日节。但是五日节伊是定啥物咧？五日节是儿童节咧，儿童节。伊五日节就是，吼。放迄、那个这开拢无哩吼，迄个捕捉的鱼仔呢吼，吼、哦，迄、那个漂起来吼就，讲这個，鲤鱼啦吼，荣、耀龙门的对啦，吼、嗯，好囡仔发展，耀龙门啊，欢喜，俄罗斯囡仔吼，你后边你都会正样就对啦，正样起来，诶，这种活动哦、嗯，人日本是要哪里哦？啊，恁台湾因为去吼，即个叫做中国文化、吼汉文化影响去，吼咱那个过龙船，即摆咱都讲，哦，迄个屈原，哈，甲屈原安怎安怎吼？啊，你去韩国，嗯，去韩国去中国节，嗯，你知韩国中国节是安怎无？嗯，韩国嘛有中国节啦，嗯，但伊无过龙船啦，嗯，伊无过龙船啦，中国节是大家就有时啊。啊！咧吟诗做对创个，我讲正讲中国话，我端午节是这个。嗯。中国端午节本来。屈原是诗人嘛。诶，本来就是个大人啊，是啊，吟诗做对尔，迄个过龙船无关嘞。嗯。过龙船无关嘞。啊！伊是安怎来起因来过龙船？啊！这贵州的中国人抢人个文化。哦。我会记我细汉的时阵哦，阮那么，阮拢嘛讲五日节，唔捌咧讲啥物端午节、肉粽节。对啊。啊！你啊，就是讲吼，即、這个咱即摆一再看到讲吼，有咧过龙船的所在啦，有咧过龙船的所在，都甲台湾上顶关。嗯。啊，即几年啊，琉球湾啊有啦。嗯。琉球湾啊有咧过龙船啦，但琉球湾龙船就为中国传啦，伊个人安尼讲啦，吼、哦。嗯。啊，但是琉球就是讲啊，别人有啊，嘛爱有啊，关公司啊嘛。有因家有因各样啊，伊唔是传统啦，唔是传统啦。啊，有过龙船，敢若是对台湾、伊人、东南亚遮个差不多有啦。咱、嗯、注意着一项，就是讲，即、這个地区吼，类似是十七、十八、十七八世纪的时阵，
是西欧的殖民地啦，拢是西欧的殖民地啦。吼、哦，台湾、伊朗啊、菲律宾、印尼咯，即马来西亚咯，即拢总有白龙船，有白龙船的文化，即是西欧的殖民地。吼、哦，所以咱倒想一个迄落来看，即、這个所在，即个白龙船的原型吼。哦嘛，有可能是讲为西澳的吼，迄落做航海为遐来就对啦，吼、哦。啊，你即摆是其他一个问题，咱去年已经有讲过啊。咱今日要来讲吼、哦，咱即摆就是讲一寡囡仔吼，查某人，吼、哦，你咧查某人，生囡仔，啊、哦，生囡仔了后，自然台湾啦，有啥物奥马助理吼，有啥物用处啦吼。哦来给他做工，讲给他请这个囡仔起来对啦。哦，最近的话，我伫看到一本这个做《卡刀开约好天罡岩》，这个日本人吼、哦，这个日本人有这，也是日本的时，日本时代1920年写这本册，吼、哦，这本册是日本总统出版的。这本册叫做《台湾风俗志》，伊台湾拢是伫内底吼，一开野头前，就伫桶头啊上要紧的头啊所在呀，有记录一个，有记录一个，咱台湾人吼，咱台湾人的福利，那生囡仔是安怎创的就对啦，嗯，我迄安怎进行的，甲伊吼，哦，初步生囝，迄个期间有啥物代拢详细记下安尼啦吼，啊这。1920年哦，1920年，九十五年前，吼，九十五年前哦，九十五年前啦，到即马入去一百年咯，当然即个风俗会改变去，特别着讲，我说，一个德国人来，就北京伊文化侵入来了，对无？大改变去，吼，啊，所以咱。包括我，嘛，足侪拢袂记得起啊，足侪袂记得起啊。我记得，来，给我讲一下。我会记得讲生囝了后吼，迄位啊，啊，较早是床脚所在拢土的嘛吼，啊，伫眠床头前吼，爱挖爱挖一空深，啊，待伫个遐，啊，毋知第几工的时候，爱煮一碗迄落麻油酒伫遐咧拜拜，讲拜迄讲。迄叫拜床某安尼，啊，迄、那个呐做月来吼，拢外家爱来甲查某囝做月来，掠鸡来啦，买红巾啦吼，买迄落满被啊啦吼，啥物安尼传的来安尼。我会记得，咱台湾人足注重这个礼。啊，你讲的是真拜生，老总讲啦吼。哎，即摆咧。那个台位迄是处理啦，迄甲即个叫做生活水以后较无迄落对啦。哦，啊，即摆是讲即个较早较友好个记录内底啦吼。我看着讲安怎，囡仔出世，你生个囡仔，生个囡仔吼，出世了安怎个处理啊？出世了咯，辛苦细细个甲伊。安怎个辛苦个？洗脸。安怎辛苦个？你袂记啊？我讲一条。我会记，我有写一个文啊，我有写一个文章登在这个台湾政所吼，台湾台语政所，台语政所，哎，我登在遐啦吼。就是讲吼，我甲即摆的人吼，即摆即代的人，吼，啊，甲阮查某囝迄代的人，阮查某囝迄代的人吼，啊，你拄是阮查某囝迄代人，快进前了对啦吼。阮即代人，啊，阮查某囝迄代人，啊，甲阮孙仔即代人，就是恁囝即代人，你无共代人，啊，即无共代人，我甲好名啦，好甲阮即代人吼，即可怜的，的时代啦，可怜的年代啦，啊，怎讲可怜的年代啦？阮即个时代的人吼，出世的时阵吼，第一嘴食到的啥物，你敢知？阮老母阿因店吼，迄阮兄叔阿嘛共款啦，就是讲囡仔出世生下来时阵吼，就事先迄个三宝啦吼，三宝，
还是阿婆啦吼，你爱用一碗这个黄泥水，黄泥你知无？黄泥诶，黄泥足苦诶，足苦诶黄泥，黄泥水，放一碗一下，我有看到啊。爱用米啊，温那个黄泥水吼，加些盐啊，洗目睭，洗过洗洗咧，洗目睭，吼，洗啊，摕一滴啊，甲吞入嘴内，甲滴入嘴内。好，黄泥水甲滴落去，甲吸落去对啦，洗伊的这个、这个喙齿的啦。啊，这囡仔吼，等了迄个黄泥水苦，吼，气候，啊，这皮皮刷啦，就起来爱爱爱做了，一直爱爱愈大。爱就是运动嘛。爱愈大，这个囡仔愈强壮。所以阮讲，阮这个时代吼，出世第一嘴食到的是苦的。哦，啊！你著出世来食苦的，真苦的。当时咧拿糖水啊，你咧食黄泥。无，糖水是了后才我食糖水。啊，是黄泥。啊，即摆咧，即摆阮查某囝因迄世代啦吼，因迄世代无同啊。因迄世代嘛三宝咯咧，嘿，三宝啦。啊，囡仔生出来时吼，第一嘴，他的嘴是啥物啊？葡萄糖。对不？是啊，那嘿啦。药房买葡萄糖啊。对啊，我知影。买几罐葡萄糖啊。嘿啊，嘿啊。哦，所以我讲，迄个是葡萄糖的时代啦。哦。啊，葡萄糖的时代啊，好。啊啊，即摆即世代咧。即世代，即世代哦，即摆来去病医生食啥物药啦？你若哪会食啥？用纱布来擦擦的。啊，擦擦了后，我食啥？七七五零，嘿啊！所以即摆一代吼，即五零的时代啦。哦，我是安尼讲吼，五零时代。啊，伊是看到看伊要学伊，伊是安尼讲吼，哦，伊安尼讲，五年啊，甲糖水啦有记录啦吼。嗯。啊，即摆就是对鞋啊会处理啦吼，鞋啊处理。啊，即摆迄个查某人咧，查某人生了后点吼，就是食虾米咧？麻油煎桔饼对嘛？对，啊无着有的是迄落呢，有的是食麻油炒姜片。啊，若无桔饼所在，毋知炒姜片。有啦，时代无，事先着是你要生着准备个啊，桔饼袂歹去啊。对啦，我知影。桔饼怎无当买啊？桔饼，哦，食桔饼，桔饼麻油吼，好，这应该就是对许个补充许疲劳补充许非常好个。诶，物件啦吼，啊，即个是真重要的是吼，即个较早较以后先生吼，伊有记录一下，我囡仔出世三日，第三日，吼，囡仔出世第三日啦吼，囡仔出世第三日，在创啥啦？吼，第三日讲到爱叫做诶。抱出来，抱出来，好，这个抱出来，啊，阿嬷，主要是讲阿嬷，不是迄个产妇哦，不是妈妈哦，是阿嬷抱的，啊，抱去厅头，拜祖，哦，啊，伊有讲这个代志，啊，出事三日去厅头拜祖啊啦，对啊，啊，就。就到几岁时阵，就爱去迄落，这个什么寺去求迄个光啊，啊，到十六岁才家己成年了，才家己用。哎，对啦，无啦，我知影啦，就安尼一针一针来啦。你为迄落，为三日开始讲起嘛。啊，咱即马老师又讲一段嘞，咱明明才搁倒转来。找回诚实甲廉耻心，会记得。才会当救台湾，找回诚实和。